下。甲张比起来，你今日足安静的。拄则甲同学开讲，你嘛讲无几句。想怎？是不是我做唔到什么代志，你无欢喜啊？无啦，我只是今日无啥物心情讲话。那安尼就是我目视无够好，约你的时机唔对。唔是啦，你真好啦。咱食饭的时阵啊，你讲到咱以前的双安组合，我看你足欢喜的，我就想讲你对我的印象应该是袂歹。后来我对你表明我的心意，你嘛讲会当试看卖啊。啊，今仔日佫甲我做伙出来，我俩准讲咱算是咧正式交往啊。咁讲唔是安尼？我知啊，我答应过你，啊，唔过。安姐，你是不是有拄到感情的问题，还佫放袂落心，行袂出来？我真正无想要佫温骂你啊！我确实有拄到一段难以割舍的感情，啊，不过迄是错误的，所以这段时间我一定想要把这段感情放袂记，啊，不过敢若是用想的是无够的。所以，我想要一寡帮助。我就是你的帮助。是的啦，我知影这是我家己的问题，我无应该想讲会当利用甲你交往来把迄段感情放袂记，安尼对你太过无公平啊。原本还阁有一点仔丢度，想讲咱早晚会行做伙，即马看起来。我无赶紧袂用个，只要你乖乖照我叫个行，保证予你伫个上短时间内变作是我家己囝婿。咱较轻松个啦，感情这个代志本来就是爱两厢情愿，安尼才对啊。多谢你呢。就算讲咱两个无进一步交往，咱嘛是老朋友啊，对不？先生，收到予你无欢喜的简讯，啥？无啦，垃圾简讯。阿姐，你想怎？都会不爽快？哎呦，感觉头就晕的。可能是我昨暗无睏好。安尼，无我紧叫车送你回去啊。嘿嘿，翠玲，看你安尼袂用个啦，无我先叫因泡一杯烧茶，互你啉好啊。免啦。哎，安琪，安琪。是的啦，我嘛无想要安尼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。安姐，你听得到我咧叫你无？唔免阁叫啊，今摆安姐我都应你。我问你，你喝阿药啊，敢会对安姐造成严重的伤害？伊哪会这么紧都唔知影人？看你这款态度，你是不是后悔啊？那安尼，你即摆若要化田嘛是会用的啦。只要你想好清楚，我手头是有解毒药效的证据哦。想清楚啊无？这药效要发作是足紧的。你以后甲安杰命运是毋是会当白做伙，
就看你安怎选择啊。哎呦，我家己听你嘛，拢做歹势呢。我是不是不应该伫遮继续作作呢啦？啊，安尼啦，假使讲你若阁有啥物需要，尽量打电话给我，我袂伫遮伤远啦。打电话，安姐拢无接。你到底比胡兴安对安姐安怎？你是咧讲啥？你是毋是误会我？安姐甲伊男朋友约会状况，我也无了解啊。免想骗我，你来轻易硬硬讲啊！你叫伊去乌市买药啊？你到底是要创啥？我真听袂你讲啥。你唔讲啊？不要紧，我甲你找安姐。文耀，向辉啊！你对安姐其他寄托，我真实的心内，我希望你跟安姐会当顺利走落去。结果，竟然对安姐下药，竟然想对安姐做个禽兽不如的代志，你真正不是这样。文耀哥，你听我解释啦。解释？你是要解释啥？事情摆在眼前啊，那不是乖乖作证？安姐清白，你不要你不了。你的人生就被你毁掉啊！一切笨手！我要哥，你妈安尼咯！我要哥，拜托，是伊啦，是伊搞技术的啦。大叔以后啊，叫我配合伊。哎，然后安姐吃药啊，嘛是伊摕给我的啦。我是无法度，我嘛是不得已的啊。啊！断手啦！你不足够安姐的命，就算安姐心内无血啦，你讲配袂起。你即马随家离开，从今以后一切不扫，不准伊接近安姐，也莫有看到你。啊，若无，我看见拍你一巴，还叫唔敢？走！你拢看到哈？你这么不义啊哈！老罗，啊，安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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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甲恁奶，小弟，我是送医病院好不好？安姐，刚真正要送医病院啊？爱先确定嘞，你敢唔知呀？急诊室拢无记者伫遐咧驻点，啊，万一安姐这款失态无游客人偷翕起来，牵伫十七点名，哇，代志就大条啊！你若要我斗三工会用的呀？求我，我讲哦，你莫解药，嗯？有解药，紧给我。要唔过，你还先跟我讲。你有感觉足感动的无？不管你安怎，我总是拢会替你留一步路呢。起来！无爱嘞，我就是要你感受我的感受。
什么叫做目睭金金，看别人抢走你上界，是偌痛苦。安姐，安姐，来，来，安姐，安姐，安姐，我不会尽职退休。安姐，安姐，安姐，我真听到哭，你来接，我替你加油啊！谢谢孩子。真正介意你。